用手中的黏土来创作家己的作品，这是江苏特别安排多个体验。学生会使用双手来感受艺术，进一步引导伊来进入去造型设计的课程。一路啊，你做面包，报纸不用太大啊，报。这十外位特殊教育的学生，有人是学习顶头的障碍，有的是行动不方便，不过拢真有学习的精神，利用休假时间来参与学校所举办的课程，互因在家己科学专业学习以外，也会使来学第二专长。特别活泼，而且他们的想法跟创意是比一般人更好。看到应该说看到的世界有点不一样吧。在当学生的这个阶段，如果能够学得一技之长，也是很不错。这位穿着蓝色衫裤、挂着墨镜、认真创作的学生，伊是叶嘉明，骨小臂诊断得着脑瘤，经过开刀治疗，伊的智力甲记忆拢退化，即卖目睭嘛无好，但是无放弃家己的人生，努力苦处低头艺人，搁将努力伫考研顶台学习。因为可以让我促进我的那个算是创造力、塑造力，以及算是思考这样的一个训练以后，那在学生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再透过南投县社会局啊，去追踪转衔他们的就业的情形啊，让学生在学校所学的啊，到了社会上能够真正的应用到。南开科技大学表示，除了基础的木工和绘图等等造型设计课程，接下来还有做面包的学习，透过实用的技能，或者是教育学生会使来提升家己的优势。记者林云新差不多。